哦，小王子，就这样，我一点一点知道了你那段忧郁的生活。过去很长的时间里，你唯一的乐趣就是观赏夕阳沉落的温柔晚景。这个新的细节，我是在第四天早晨知道的。当时你对我说，我喜欢看日落，我们一起看一回日落吧。可是得等，等什么？等太阳下山呀。开始，你显得很坚强，随后你自己笑了起来。你对我说，我还以为在家乡呢。可不，大家都知道，美国的中午在法国正是黄昏。要是能在一分钟内赶到法国，就可以看到日落。可惜法国实在太远了，而在你那小小的星球上，你只要把椅子挪动几步就可以了。那样，你就随时可以看到你想看到的夕阳余晖了。有一次，我看了44次日落。过了一会儿，你又说：“你知道，一个人感到非常忧伤的时候，他就喜欢看日落。”这么说，那44次那天，你感到非常忧伤喽？但是小王子没有回答。我会给你的绵羊画一只锦帐，我会给你的花画一个布兰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看完44次日落那一天后，我也爱上了日落。 I heard the echo